进行突围，要勇冲的吧。沐浴代替泡澡，珍惜水资源，从生活做起。台南东区七月吉祥月追思祭祖，也请大家别烧纸钱。烧金子会产生烟，让我们身体不好。七月份虽然是我们民间的鬼月，但是希望他们改变一个观念，把它变成一个孝亲或者是感恩的月份啊，那么变成一个祈福。台上表演，台下看得目不转睛。善化区的七月吉祥月，慈济志工推广孝亲外，此时节天气闷热，义肢生病没闻，特别搭配登革热防疫。很高兴借这个机会，我们能够跟民众在一起，跟他们再提醒、再次宣导这个登革热防治宣导的重要性。劝大家能够弘扬孝道、孝亲，能够让父母能够。这个感到这个子女对他的孝亲，更感谢上人指示，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能够全力投入协助，这个登革热防疫的工作。与台南市政府结合实事敦亲睦邻，志工在吉祥月提倡孝亲，舒食爱地球，在农历七月传递正能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南综合报道。